生帅啊，成为医生的第一天，穿上白大褂走路还带风，跟想象不太一样。愣什么呢？我叫王阳明，是燕大医学院的博士，当医生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。就是个梦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职场当前，不是也太凉，18道连心电图会做吧。堂堂燕大毕业的大博士，不会连18道连心电图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吧？从零开始，新学医。你的全部工作就是做检查，看到没有？写病历，看到没有？以及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起来，手术。那哪医生啊？跟跑堂似的。分了，何心能独当一面？拯救那些病患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急诊男神就是我，我要做最优秀的医生。王明，怎么摊上这么一大傻子呀？周三晚8点半，特伦苏，白色城堡。这傻大个儿你从哪儿招来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错。